大家好，台积电美国厂纷纷扰扰了好几年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呢也开始逐渐的暴露了出来。这一点也一再的印证了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所说的，美国根本就已经失去了高端制造业的土壤。随着问题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看到了台积电的高层真正的态度，那就是呢认真的敷衍美国。毕竟呢，美国是一个国家，一家企业。 是得罪不起的，但是美国厂运营的困难也是一个事实。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最新的消息是，台积电的老板等台积电三巨头要登陆上海，讨论台积电未来在大陆的发展以及扩大产能的相关计划。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任何的生意人呐、啊，都不可能和一个政府对抗。 我们虽然看到台积电在全球是一个啊体量庞大的高科技企业，而且呢，在表面上，台积电也不可能直接和美国政府正面冲突。但是我们知道，台积电私下所做的事情和表面上的温和完全不一样。另外一个总结的结论就是，生意人都是逐利的，很简单，企业不赚钱就倒闭了。 这不是什么道义的问题，是生死的问题。正所谓商场如战场，所以呢，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企业会选择最有利的市场进行布局和产能规划。围绕着台积电和美国政府科技围堵政策的博弈，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做深入的探讨。香港南华早报近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台湾地区的高科技民主企业台积电正在暗暗地对抗美国。 来夺取台湾产业的做法。文章谈到，尽管美国白宫方面大力的施加压力，要求将台积电最先进的芯片制成芯片产能，通过所谓有案外包的这一做法啊搬到美国去，但是台积电前不久就指出，其大部分重要的芯片仍旧将会在台湾生产。虽然美国政府提出各种让台积电屈服于美国的要求。 这里面呢有软的也有硬的，硬的方面就是说啊，你再不听话，我就断你的供应链，断你的软件硬件、EDA 的设计工具，甚至光刻机。美国呢手上是有这样的一个啊，包括专利，包括它的这个供应链的上游的把握。但另外一方面，软的层面呢，就是说，对吧？你台积电来美国啊，我们叫做有案外包，同时呢，我给你资金补贴等等，反正呢就是一手拿着糖果。 一手拿着大棒，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如今呢，包括中国台湾的老百姓，还有台湾地区的商界的精英们，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美国的这个做法本身呢，实际上就是在掏空台湾。美国要求台湾放弃其制造业皇冠上的这颗明珠，也就是最先进的芯片制造，这样的野心其实是过了头。人们已经意识到，完全听命于美国方面。 是在与恶魔做交易。根据台积电此前所宣布的消息，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二十八纳米甚至更为先进的芯片在台湾之外工厂的产能将只占总产能的约百分之二十。那么这样的一个啊标准呢，就可能意味着，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产能当中，只有一部分会在台积电为安抚美国拜登政府。 而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建造的芯片工厂当中来生产，而这个工厂可能要到二零二五年才能够真正的开始运营。虽然亚利桑那工厂或许能够生产5纳米的芯片，但最新的三纳米芯片还是要等一等，尤其是鉴于美国国内缺少相关专业的技能。 那么这一点就意味着，它最终可能不得不争夺台湾地区的工程师，甚至一些啊这个高科技的专家。我们很难看出，将台湾最先进的芯片制造通过有安外包搬到美国去，如何能够汇集出美国以外的任何方面。也就是说，美国这样的一种操作呢，仅仅是对我美国的科技发展、美国的高科技制造业有所帮助，但对对其他任何一方。 无论是市场方、需求方、供应链的上下游，其实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么美国这样的做法呢？显然在商业上实际上是不符合商业基本原则的。任何一种商业交换的行为，即便是放在古代，对吧？以物易物的年代，哎，我家养羊啊，你家呢种谷子，对吧？等到你的这个啊这个啊粮食收成收好了，那么我牵一只羊换你一袋米，换你一袋面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好歹呢，也是因为，哎，我家需要吃粮食，你家呢，可能是这个啊，需要这个啊羊，反正呢，大家是一种交易，交易就是怎么样呀，都有好处。但是美国这种做法呢，恰恰是只有他自己有自己有好处，其他各方都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有很大的坏处。那么如何能够啊，这个惠及除美国以外的任何方面呢？实际上这也是其他各方来思考的问题。当然，美国肯定不会来想着。 其他地区的其他人民、其他企业的利益，掠夺台湾的商业和科技资产，俨然已经成为美国人发横财的一种捷径。美国军工企业一直在以虚高的价格来出售老旧的武器，现如今在拜登的新产业政策的指引下，让台湾放弃最具价值的工业资产，这其实是。 是把整个的台湾产业呢，台湾最为啊最好的一部分的这个制造业啊，弄到美国去，甚至是不费一枪一弹。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这个算盘打得再响，就如同我前面所说，它既然不符合商业运作的基本规则，就意味着表面上大家呢这个屈服于你美国，或者说不和你美国去做正面的对抗，但事实上呢，这样的规则是不可能成功的，对吧？即便我是这个啊这个，比如说。 啊，村里面的一霸，对吧？我武力超群，那么我拿着我家的羊啊，跟你说啊，你的粮食必须给我啊，全部给我啊，进行了不公平的交易。但这样的事情本身呢，实际上就是不可持久的。于是乎，我们就看到，现如今掌管着台积电的人，要比掌管着啊这这个美国方面的人呢，实际上看起来要聪明的多。毕竟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还是有他的套路的。预计呢，他们将会在。 把这个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三纳米以下的所有芯片都不可能搬到美国去生产。那么，很多朋友会问了，你既然对吧，这个表面上敷衍一下，美国人就那么好敷衍吗？你说不搬到美国去啊，就能够不搬吗？问题就在于呢，美国对全球产业链掌控的力度现如今已经大不如从前。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呀，现如今正计划将整个的鸡蛋要放到不同的篮子里。 比如说，要到德国去设厂，到日本去设厂，到中国大陆来扩大产能生产。而且，我们看到台积电还计划扩大在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方面的这个市场规模。除了地缘政治的原因之外呢，我们从一种在商言商的角度，其实也能够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确实已经失去了高端制造业的土壤。台积电美国工厂的问题，现在暴露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比如。 台积电在美国的建厂的进度大幅的落后，为什么落后呢？讲白了就是不够积极。其实作为一家企业来说呢，如果它有利可图，如果这个生意呢非常好做，如果说它到美国去设厂是心甘情愿啊，是一种这个啊互利共赢的，我想呢，工厂建设的速度一定是快马加鞭，对吧？早日工厂建成，早日投产，不就早日获益吗？那么为什么一拖再拖呢？原因当然非常简单。 本来就是不积极，本来就是没心情，本来就是不想去，对吧？你逼着我，那我就怎么样呀？给你啊，这个慢慢磨呗，对吧？慢慢的给你耗。美国籍的员工呢，他的薪水在台积电美国厂当中呢，甚至要高出一大截。换言之，从中国台湾地区的原来的台积电的工程师，对吧？不远万里的跑到美国工厂去啊，再一次的去这个从零开始，重新来打造一个新的工厂，结果呢，他们是。 不停的工作，可是薪水呢，却没有从美国当地招的工程师高，干的活多，领的薪水少。那你想呢？这个事情能够长久吗？而且呢，美国籍的员工在美国台积电工厂呢，他不用值夜班，啊，那么不用值夜班，我们都知道这个上班呀，你白天上班和夜里上班完全两回事，对吧？有的朋友说，你这个上了夜班呀，白天回家就睡一觉，反正总归都是睡几个小时嘛，都是一样的。其实这个说法呢是不一样的啊，我以前呢。 上过夜班，对吧？你这个上夜班呀，你白天，呃，不要说这个其他人呀、啊，这个家里人呀、啊，或者是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同事呀、啊、等等，那白天都是活跃的状态，对吧？你你时不时的手机啊，有各种事情，你是很难有那么长的时间，比如说六到八个小时专门用来睡觉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知道人都有生物钟，对吧？一个生物钟本来就是夜里睡觉，白天干活啊，你结果呢啊，你这个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需要夜里值夜班。 啊，你台积电的美国籍的员工啊，不需要值夜班，对吧？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不公平。从另外角度来说呢，据说即便如此呢，那么美国籍的这个台积电的员工呢，还非常的爱抱怨啊，这个不爽那个不爽。其实这就是美国的工程师的文化或美国制造业的文化呢，它已经这个高度的啊不适应制造业真正的这个啊环境。而我们看到呢，在近期的一次台积电的股东大会上。 当被问及美国工厂的员工在管理上现如今遇到的挑战的时刻，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就坦言，台积电在太平洋彼岸，当然指的是美国，它的管理文化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句话呢，其实说的呢就很清楚了。他自己说，美国厂的管理大家还在学习当中，这言下之意呀、啊，就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需要去学习究竟要怎么解决，也就是水土不服。 原先预计明年量产的台积电美国工厂，目前整个进度被市场普遍认为高度的落后。那么供应链相关的人士就透露，这个工厂仍旧停留在初期的准备阶段，不仅已经采购的进场的机台设备都没有能够投入实际的运作，而且整个的工程师呢是出工不干活啊，出工不出力，他的人力呢根本就不足。那么台积电方面甚至还请求供应商。 帮忙啊，在周末呢要去轮班啊，自己辛辛苦苦付钱付工资招来的美国籍的员工啊，出工不出力，对吧？搞不定事情，那怎么办呢？台积电呢就就去卖他的老脸，找他的上游供应商啊，找工程师来帮他调试设备啊，因为台积电呢，它生产芯片，它这个是工厂的设备啊，是高度啊精密的，所以呢，它在整个的真正投产之前呀、啊，它的设备联调呢是要花大量的时间的。那这一点和我们。 对吧？一般性的工厂啊，设备到厂之后也需要调试，但基本调试速度呢是比较快。但是呢，像这种生产芯片的工厂呢，那么一开始的调试呢，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从台积电在去年十二月份举办的美国工厂的典礼开始算起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半近半年的时间。如果这个进度持续的落后，那么这个公司估计二零二四年投产的可能性呢，将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呢，即便是投产， 它在一开始的产量呢，也会啊、呃、远远的低于目这个原先的预期。面对美国厂出现的各种挑战，那么台积电的 CEO 刘德一就特别强调，一方面要持续与美国政府沟通，另一方面也在调整管理的方式。首先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审查进展方面的落后，而且这样的一个进展情况肯定会影响到明年产能的目标。那么这一点的说法呢，其实已经把产能落后。 明年不能够如期生产的责任呢，已经甩给了美国政府。结合目前已经有的信息来看，台积电美国厂有两个最主要的挑战需要解决，首先就是厂区的审查的进展，那另外一个呢，当然是人才。其中呢，特别是人才方面尤其值得关注。台积电原本计划在美国招募四千五百名当地的员工。 但是现如今却面临美国员工对工作内容的高度不适应。前面我们已经列举了很多，导致整个招募的进度严重的落后。在美国职场的社群平台上，多位曾经任职于台积电美国工厂的美籍人士陆续抱怨，管理层不尊重美国员工，不愿意采纳员工的建议，甚至提出，如果是中国台湾裔美籍员工的整个呢，就会受到嫉妒，因此拿着更多的钱等等。 反正呢，就是内部呀根本就摆不平，大家呢也没有一条心，也没有说啊把这个厂子运作起来。美国每个人都在想着，哎，我是不是可以少干活，是不是可以多拿一点钱啊？是不是公平啊？对，另外一个人是不是呢？他这个干活少拿钱多等等。反正呢，目前的状况是一团糟。如此情况，让台积电美国厂的管理问题被迅速的放大。 那么这些抱怨最为严重的问题，当属中国台湾籍和美籍员工之间的摩擦啊，还是一个这个民不平的问题。那么美国工程师啊，这个待遇好，前面我们说过了，对吧？而且这个好呢，还不是一般的好，有的甚至要高出一两倍之多。你说干的活少，这个拿的钱多，谁能够爽呢？对不对？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也暴露出美国籍的工程师呢，根本不服从台湾籍的主管的命令。 啊，或者说呢，这个管不动人，对吧？你说这个呃、啊、高精密生产呀，它本来就是相对比较严格的，因为任何环环节出现一点点误差，你的这个整个的良率呢，可能就会下降，那么就会影响整个生产的效率。既然如此呢，那么美国的员工呀，散漫惯了，对吧？你这个台湾来的主管，你是算哪根葱呀？我才不鸟你呢，反正呢就是不听你的，你让我往东，我偏要往西。因此呢，就是说。 整个内部员工之间不同的族裔之间的矛盾呢，就越来越深。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任何的芯片工厂呀，它必须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运作。这一点呢，也是它的这个行业所决定的。因为它的机器呀、啊，启动啊，这个开机啊，再到关机再启动呢，这个中间需要消耗很多的时间。有的时候呢，它的误差、它的这个整个的摩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它是二十四小时来来运作。 因此呢，他就必须要有人在晚上上班，也就是所谓的值夜班。因此呢，刘德英就是台积电的老板，在股东大会上就把话给讲挑明了，不愿意来值班，对吧？你不想来的人，那么你干脆就不要参加这个行业。那么这番强硬的谈话的背后呢，也在这个啊驱使着台积电近些年来所面临的管理上的难题。 那包括呢，过去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啊，美国人自由惯了，这一点呢，已经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改变的任何事情。而中国台湾的这个工程师，过去就有一种所谓“爆肝”的这个说法啊，就是非常辛苦。那么因此呢，在啊这个工作弹性啊，制造业的这个纪律的要求啊，台积电的这个芯片生产的属性等等之间呢，就变得非常的难以调和。那么前面说到的是文化问题。 还有呢，招募进度的问题，对吧？招不到人啊，招来的人也不爽，大家呢吵来吵去。另外一方面呢，你说从台湾派工程师过去吧，这个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它本来就是在地处一个偏僻的沙漠地带，他的生活品质也不咋地，每天呢这个工作的压力还非常大。那么工作之余呢，也没有什么休闲可言。而且我们知道呢，在美国呢，他这个啊，下班之后就跟我企业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想呀。 一个我台积电派驻到美国当地的员工，对吧？如此之辛苦，拿的工资还没别人高。一开始呢，可能说为台积电做贡献，时间长了，固然会相当的不爽，对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受这个罪呢？哎，我不如回去算了。所以呢，没有人在真正的为所谓台积电美国厂呢去思考、去考虑、去想着为未来如何发展，大家呢只考虑着自己。所以说，一个啊，这个没有人去这个。 真正关心的企业呢，其实是不可能真正的得到很好的发展的。那么，因此它的整个啊量产计划落后，那么导致财务负担过大，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可以预期的事情。那么一旦延后量产，那么建厂还有买设备等等方面的支出啊，应该说就会必须认列折旧的费用，就会对整个的台积电的损益表啊财报产生影响。那么上面的每一个问题，其实。 都会对企业的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那么把它放在一起来呢？你还希望这家企业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呢？恐怕就只能痴人说梦了。基于此，我们就看到台积电开始分散风险。首先确认先进制程和主要产能依旧要放在台湾来进行制造。其次呢，开始在日本、德国以及中国大陆进行布局和扩产。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台积电总裁魏哲家带队。 台积电业务开发及海外运营办公室资深副总裁张小强，台积电这个啊这个业务及技术研究资深副总经理侯永清等台积电三巨头将于近期前往上海出席台积电年度技术论坛大陆场，并与多家重要的客户来会面，要亲自解说未来技术发展的走势以及台积电的产能规划。台积电技术论坛每年由北美厂。 打头阵，今年四月底在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市举办。过去几年，台积电技术论坛大陆场呢都采用了线上方式举行，而随着疫情的结束，今年大陆场首次恢复实体举办，这也是台积电高层时隔三年首度前往上海出席公开活动。在今年的技术论坛当中，台积电揭示了最新的技术发展。 包括两纳米技术进展，以及业界领先的三纳米技术家族的新成员，包括支援功耗、性能、密度更为优化的强化版的 N3P 制程，以及针对高效能计运算，也就是 HPC 应用量身打造的 N3X 制程，还有支持车载用户的 N3AE 的解决方案。魏哲嘉总裁等人的此行，还将拜访多家大陆的重要客户。 根据台积电最新的财报，大陆业务占台积电营收比重一直维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且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业务区域。美国近年出手管制大陆半导体技术的前进，但实际上台积电大陆业务营收占比变化不大，最高时期是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海思在禁令生效前的大拉货，占一度呢这个升高至百分之二十。 之后都回到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而我们知道，随着 AI 技术、5G 技术以及其他先进制程技术的发展，全世界都透过智慧边缘网络产生大量的运算工作的负载，需要更快且更为节能的芯片来满足这个需求。预计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挑战一万亿美元，其中高性能运算相关应用占比百分之四十，智慧手机占比百分之三十。 汽车占比百分之十五，物联网占百分之十。台积电三巨头的这个举动，还可以和我们前几天所介绍的一件事情来结合起来，那就是迫于美方的压力，开始被迫让台积电和三星继续进行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发展。那么也就是说，美国终于放松了一部分的限制，它根本就围堵不住三星和台积电的全球布局，而且呢，这个不仅允许他们在中国大陆进行扩产。 美国方面还被迫允许台积电和三星可以采购全球的供应链设备，在大陆进行扩张。我想这是台积电大胆吸进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中国自身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发展。美国方面有些限制措施看起来呢，限制不住的时刻，他也只能放手。而中国的产业链如何取长补短，如何和国外的同行们在竞争学习的同时呢，促进自身的发展，也是我们自己。 国产自主化过程当中需要面对的课题，相信短期之内呢，目前的这个局势发展是有利于各方的行为。未来美国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动作呢？实际上我们也在观察后续局势，我们持续的观察。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